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现在临时增加一个精彩的节目，由王丽珍小姐表演西班牙舞。Thank you.
表演的精彩极了。谢谢你。哎呀，怎么搞的呀？你连梯子也没有吗？你说，我来扶好吧。谢谢你啊。哎，小王上场上场啊。不大方便，关于义勇军的。好、哦，那我去说好了嘛，我怎么说好呢？大概的意思就是这样。诸位，这里大概没有外人，趁大家休息的这个时候，我冒死的来跟大家说几句话。今天庆祝国庆，大家自然应该兴高采烈，但是我们要欲乐不忘救国，我相信大家不会忘记，我们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任务，就是拿出力量来援助东北抗日义勇军。自从侵略者进了东北以后，我们就失去了无数的矿山、工厂、无限的土地和森林。我们有3000万同胞开始过着牛马和奴隶的生活。这几年以来，受不了压迫的人们，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们，已经自动地在东北结合起来，要把侵略者打出去。这些优秀的中华儿女，这些英勇的战士，现在正在冰天雪地之中，无依无食，赤手空拳，拿着他们最原始的武器，锄头、镰刀、土枪、土炮，来和敌人最新式的武器作战。他们需要援助。东北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应该援助他们。我呼吁在座的每一个人，大家都要拿出最大的力量来捐钱来援助东北义勇军。今天我讲的怎么样？好，你的口才真不错。数目真不小啊。奖钱还不少呢，你敢不肯定。哎，经理还能去说话？经理找我，马上就去。走啊。我去好了吗？不反对你们爱国，可是你在厂里面公开的煽动工人给东北的义勇军捐款，这个事情要让日本人知道了，向我们提出一个不亲善的抗议，那我这个厂开得成吗？这故意的给我找麻烦。文经理，请你放心吧，我自己做的事情我自己会担待的，绝不会连累到你经理的，大不了坐牢枪毙，由我承担。不怕吃官司坐牢，我这个厂不能够随便让你们搞垮了，你爱国我管不着，可是文经理，我这里是工厂，我是要工人好好的替我做工，不是请你来教他们捣蛋的，你的知趣点懂了吧？好了，去吧。怎么样，经理怎么说？张先生，经理怎么说？说我们捣蛋，援助东北义勇军算是捣蛋吗？这是岂有此理吗？不要你，
他们反正是那么一套，我们干我们的，钱明天一早就可以汇出去。那好的，有人来了，大家散开。做饭，你先别走。我妈今天烧了点菜，请你到我们家吃饭去。好。那我们就走吧。你怎么不吃菜呀？哎，谢谢伯母，太多了。我来烫。我有点头昏，到后头去歇一会儿。伯母您，没什么没什么，你们。旁边那颗卫星了吗？看见。你知道那颗卫星是谁？我不知道。那颗卫星就是我。你是那月亮。你会是月亮吗？至少在我心里，永远是这样的想法。真的让我们能永远在一起，同甘苦，共患难，生生世世都这样好，生生世世都这样幸福。情绪很紧张，看样子马上要打起来了，怎么办呢？你在做什么？不行你看，不行你看吗？好，不看就不看吧。我们要做爸爸妈妈了，哎，你为什么早不告诉我？妈妈要知道了，一定会高兴的。妈，妈，你快过来啊！求你别大喊大叫，好不好？好，不叫就不叫嘛。妈，我不来了。妈，您瞧。可是他还藏起来不让我看的嘛。哎，这是大喜事嘛，有什么好难为情的呢？哦对了，我还得给观音菩萨上香去呢。你快当爸爸喽。是啊，那您呢？我奶奶。
来。看你那样儿，小宝宝，为了下一代的小宝宝，我们这一代是牺牲尽，可是这个世界偏偏又这样不太平。是个男孩子，祖芬，他这一个钟头里头真把我急坏了。你看，这简直跟你小的时候一模一样啊！正是七七抗战，就叫他抗生好不好？抗生，这是唯有抗战才能生存的意思啊！那好吗？好，那么就叫他抗生了啊！抗生，冬娘，冬娘啊，快点嘛，我们还有好多地方要跑呢。好好好。哎，这还一包。好。哎，这简直忙得像无锡人团团转嘛！我真不放心你一个人走，没关系，我一到汉口就找庞董事长去，路上要小心啊。到了汉口，记得马上就给我来信啊。好的，太太，我去看看车子弄好了没有。哦，对了，表姐，那封介绍信写好了没有？你姐夫已经给你写好了，我就给你拿去啊。你介绍信写好了没有啊？写好了。哎呀，你愁眉苦脸的又在想什么了？哎，我在考虑这个厂是否搬到后方去。那么便当啊，请问你上千部的机器怎么个搬法呢？好了好了，表妹要走了，快点送送她去吧。哎，要不是这个厂子牵累，我们也真想马上到内地去。哎，见了庞浩公要替我问候问候，顺便把我这方面的情形告诉他。好的。啊，温太太，温太太，您答应捐几件毛背心的，现在已经治好了吧？哎呀，我才打好了一件呢。怎么到现在只打好一件呢？哎，我打的是最新式的花样啊，你不知道多费事呢。我去给你拿来啊。怎么，你最近忙些什么？哎，忙慰劳啊。我们还要参加救护队的。怎么，您预备出门吗？是啊，上海现在这么乱，我想先到汉口。不久也许我们也要到内地去的。那你看这样子好不好？哎呀，您干嘛打得这么讲究啊？送给抗战将士的东西应该讲究点啊，您看这样子好看吗？好，谢谢了。那么还有几件呢？车子预备好了。表姐，姐夫，我走了。那你一路上要小心啊。好。东西都上车了吗？上车了。希望在内地能够见到你。好，再见。再见。表姐，姐夫，再见了。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啊。
南池跟闸北，我们军队已经在撤退了。听说就要放弃淞沪，我们的救护队也接到命令离开上海，明天一清早就要出发了。明天一早？一早就走，命令已经下了。那么我跟淑芬他们娘俩可怎么办呢？这样，您带素芬他们暂时还留在上海，万一上海生活不容易的话，您带他们回到乡下去，跟爸爸二弟一起过活。哦，也正好这样。哎呀，你带的怎么尽是这个单的夹的呀？再下去天就要冷了，不够的。不要紧，够了。妈，你怎么还没睡？你在做什么？怕你路上冷啊，给你做一件丝棉背心。您叫素芬怎么好了？反正我也没有事。老人家还一定要自个儿缝呢。老人家，你记得这首古诗吗？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真也不晓得什么时候才能再见着你。要不是为了抗战，我怎么舍得离开你？以后照顾妈跟孩子的责任都交在你身上。你放心好了，我一定用我的全心全力来担起这个责任，一直等你胜利回来。不要紧，等我们打胜仗回来，做一个一等国的国民，那不比现在更要幸福。今天晚上又是这样好的月亮，可是我们就要分别。现在是9点钟，以后每当月圆的晚上，在这个时候，我一定在想念你们。
记得吗？记得，我一定永远记着你的话。明年就会叫了，来，爷爷抱。对，爷爷抱，爷爷抱会啊。哎呀，好乖呀！啊，哥哥现在在。他到了汉口了。哦，他知道你们回乡下吗？哦，已经写信告诉他了。哦，他还写信来说。要是宗民那个学校里不能够再去教书了的话，那么就想办法到他那儿去。哦，确实想去，可是交通不方便，路费又太多，只好看情形再说了。孩子撒尿了。啊！哎呀，来来来来，奶奶抱，奶奶抱。哎呦，乖呦。乖孩子，你怎么一见面就上爷爷一泡尿啊？你看看。我们回去吧。走。从东洋鬼子来了之后，咱们的日子也就越来越难过了。到处都是这么兵荒马乱的，哎，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过太平日子。
宗明这孩子怎么还不回来？是啊，他平常总没有这么晚回来的。该不会是学校里有什么事情喽？不会吧，已经这么晚了。消息究竟怎么样？究竟怎么样了？丞相公所里得来的消息，鬼子这一次真的要来抓我们啊！要抓我们？为什么？他说我们的思想有问题，是思想犯。思想犯？我们一向没什么嘛。是啊，现在只要是知识青年，只要稍微有一点正气，不肯替他们做走狗的，他们都要抓。这还是人的世界。本来他们所需要的就是努力走狗。现在外头风声很紧，我们马上就得离开这儿。那么我们到什么地方去呢？找老校长去。我们也不怕打游击吗？不打游击又怎么办？这叫逼上梁山，你不干他，他就干你。老校长也是这样被逼走，想不到我们今天也要走上他的路。现在没有时间可以做犹豫，不走就得等他们来宰。黄黄，你坚强。这样决定你们看怎么样？那么当然只好这样了。宝华，你呢？我当然也只好跟你一块走。好，你们马上收东西，少带一点，在20分钟内赶到我家一起出发。我先走了。在学校里头，所有的课本都要来改写，就连吃饭睡觉都要来干涉你，我早就受不了，迟早你要走。一个，两个。都这样的走不了。走吧，你们年轻的都走，我们老年人死了也没什么可惜，只要你们平安，我们也就放心了。你们放心好，这一次我们四个人一道走，山上还有老校长跟许多的同乡，不会出什么乱子。山上天气冷，我这件皮袄你穿去好了。可是您，我有我有。素芬，你来。哦。妈，您不要这样，等赶走了鬼子，我们马上就会回来的。恐怕是他们来了。来了来了。你跟钟明。从小就跟亲兄妹一样，你们要大家照应着。是的。张老伯，这一篓鸡蛋跟一包烟丝，就带给校长，说我问候他。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忙着把受伤的弟兄运到后方去。啊，
你还是这么努力呀、啊？还不是那样吗？怎么样，你们也要走了？啊，对了，来，我给你们介绍，这位是大兴贸易公司的庞董事长庞浩公先生。这样。这位是庞太太，我的干妈。哦。这位是我们的抗战英雄张忠良先生。哦。就开玩笑了。哦，张先生，你还不走吗？也快了啊。好了，我们走了。哎，我们到重庆去了。你要是也到重庆的话，你可以到这个地方来找我啊。好的。再见。快点啊，就要开火车了。快点。六年了，就像我们家一个人一样，可怜他就这样。我人有点不舒服。您看他刚吃了药呢。行，不行，通通去。马马虎虎。是啊。去吧。可是你的身体。爸爸，还是让我跟妈去吧。不要紧，我这副老骨头还撑得起来，我不去回头连你们都要吃苦的。哎，你来帮我忙，晚上在我家里吃饭啊。
可好？走，走，走。出一袋米呀、啊！怎么？哎呦天哪！让咱们出一袋呢！哎呀，这怎么得了？这么一来，咱们一村几十家人家全都要饿死了。老爹，我们去挨救挨救吧。我们陪你，陪你倒是。是的，我就怕他们。老爹您。老爹，我求求你。求求您了，老爹。老爹，求求您了，老爹。老爹，您就走一趟吧。好吧，老爹，我们这一辈子也忘不了您的好处。是忘不了，是。哎，不是彭同志，哎，你们在外头等一等啊！先生，我们的牛全都被征了，靠着我们一点可怜的人力，耕好了田。自从插秧以后，天就没有下雨，所以每亩地顶好的也不过收到一担多谷子，碾出来就剩几斗米，大家留着自己。一吃都不够，你们可以派人到每家去看。我们一村子的人，多半都在那儿挨着饿。大家要我来，求求你们，不要讲了，不要讲了。我晓得，你们想违抗皇军的命令。哼，我们不是违抗命令啊。那么为什么不交？不是不交，是交不出来。你们要把米藏起来，很好。
张老弟，你的事情我很明白。你的儿子一个在做救护工作，一个在当游击队，你是他们的同党，你鼓动大家不叫我，你反对皇军。我看你们叫不叫。对不起，我要借你一条老命。来啊，都拉出去，在外边大树上吊死。这个年纪这么大了，活不了多长日子了，就别熬了，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这就是抗日分子的结果，借你们名片把军米交出来，再不交看他的样子，一个一个的吊死。
您受惊了吧？是怎么回事啊？村子里的鬼子全给我们消灭了，保安队也跑了，校长自己带队来的。你知道你爸爸已经病？知道了，是小番子到山上报的信啊。好孩子，真亏了你了。爸爸的尸首已经给我们抬上山去了，预备就安葬在山上。哦，这就好。校长怕明天大家交不出米来，又要遭殃，所以连夜赶下山。看样您跟嫂子还是到上江边，已经预备好了一个船，往华在那儿等着。我们都是自己人呐、哎！老山长是您的、哎、镇上的鬼子看见了火光，一定回来找麻烦的。赶快回去通知大家，马上收拾东西，赶快到山上去。我去。哎，一起到山上去啊，大家！校长，哎，本来是要请你和嫂子一起都上山去的，可是怕您年岁大了走动不方便，所以还是请你们到上海去吧。好，你们的东西都。我想丢掉一点儿。不，东西贵了，要用的都带着。嫂嫂，哥哥有信吗？有信，他说就要到重庆去。重庆处了怎么样？他是由队部里转。我们写信不方便，你写信给哥哥的时候，就说我们一定会坚强地跟敌人战斗下去。绝不辜负他的希望。妈，嫂子，再见。你们小心点啊。好，妈您自己保重啊。嫂子，再见。上京寺怎么走啊？这条就是搞取的话，没有铺包还是不行的哦。是，谢谢。这是我的履历表，是你自己吗？是的。那不行。为什么？一贯不整。先生，你们考的是学历，一官不整有什么关系呢？不行就不行啊。
下来的。王小姐，你大概不认得我了吧？哎呀，是你呀，我们的抗战英雄，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啊，坐坐坐，我刚才几乎真的认不得你了。你大概吃了不少的苦吧？说来话长，我是什么钱都赚光了，不但自己当成一个瘪三，而且弄得家破人亡。真的？家里来信说，我的弟弟给他们逼上梁山，父亲也死得很惨。去年乡下出来人说，我的母亲他们也不知去向，什么都完了。那么你来重庆？我是来报道的，可是我曾经被敌人俘虏过，把所有的东西连证件都丢光了，他们就跟我打起官腔来，给我一个不理会。哎呀，你何必还要再做那种不讨好的工作呢？可是我刚到重庆，没有熟人，其他的朋友也都不在这儿，要想找一个别的事情做也不是这么容易的。而且不瞒你说，我现在连住旅馆吃饭的钱都没有。那么小姐，航空馆打电话来催您快去。晓得了，好，没问题没问题，你别发愁啊，一切都让我来替你安排好了啊。艾宾娜，你快把这间小客房收拾收拾，把张先生东西拿进去。好。我的脾气喜欢干脆痛快，你不会见怪吧？哎，我给你拿几件衣服出来啊。不要这个飞机头，把它竖屏竖屏。喂，大兴贸易公司吗？接庞董事长。哎，可是你
不知道，张忠良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将来他可以帮你很多的忙呢。什么？能干的人，能干的人，能干的人。可是能干的人又有什么用处啊？你不知道，我们这儿还正在抬人呢。裁员也一定要你答应我。没有缺怎么办呢？没有缺，也得要你想办法安插一下。不是我不想办，而是没有办法。人家已经等了一个多礼拜了，干爹，你再不答应我，我要发脾气的。哪有货币，哪有货币呢？你就让他挂个名好了，要不然呢，我会告诉干妈说你。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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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你的面子大。我马上就下场，回头你带他去见老公好了。那么龚科长，一切都拜托你了。您的吩咐还敢怠慢吗？知道你是老公是吧？不好，我该走了。小姐还没起来吗？早呢，她刚从唐公馆回来。你可真早啊！我要赶着去办公了。无聊。
老兄，将将将又将他啥？哎，老兄啊，你看你少放马后炮好不好啊？出击。今天晚上可是丽珍小姐她不能来赏花，哎，她也真忙了，以后我们彼此都是自己人了，希望都有个照顾啊。来来来来来来，这个多喝两杯啊，喝两杯，别介意啊。来来来来来，谢谢，我不会喝酒，我只能够喝一点点。哎，这不行不行不行，一瞧咱们都喝干了啊，干了干了干了，一瞧我也喝干了。哎哎，不看报干了的干了的、啊、不不，我实在不干了，你一定干不好。干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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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好啊，我要回去了，我要回去。你还没睡呀？怎么样，公司给你的印象怎么样？我好像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在这个公司里头一点抗战的空气也没有。哎呀，我的天哪，刚从前方回来的人都会说这种傻话，这只好怪你还没有习惯，等你慢慢的火气平下了，你就再不会有这种牢骚了。算了吧，别再绷着脸了，常常去听听戏看看电影，多消遣消遣，心情一愉快就可以把你那些看不顺眼的都忘记了，知道吗？不，
我哦，你把我当外人看待吗？肥皂这么贵，什么东西都这么贵，就是洗断了手也养不活这一家三口子，可怎么办呢？重庆，重庆到底在什么地方？No。从这条黄浦江拐进长江，就在长江的那一头。哎，有多远呢？离开我们这儿有几千里呢。几千里路啊！要是我们能够去找他就好了，不然这日子可怎么过得下去哟？现在要走是不容易的。有个以前认识的女朋友在难民收容所做事了，她要我去帮帮忙。哦，那很好嘛。我能不能也去啊？我看您还是在家歇歇吧，您的身体又不怎么好。我也去了。嗯，你在家陪奶奶啊。嗯，我也去。慢慢的一块去啊，乖。请你喝酒去。啊，你请我喝酒？你不是这个不喝酒的吗？啊，喝的喝的。啊，走走走。啊，去去去。郑郎兄，你醉了，你醉了。老孔啊，我没有醉，我没有醉。我们同是天涯沦落人，何必曾相识？是不是？俗话说，酒后见真情，我绝不说假话。是他妈的，是
即使你是个魔鬼，我也不怕你。你来好了。哎，这又是何必？家庭、父母、兄弟、妻子，什么希望、前途、奋斗，一切的一切全都付诸东流了。我早已经就是一个活死人了。我总觉得有一个东西要来征服我，比鬼还厉害，我有点抵抗不住了。哎呀，钟良兄，你对了，谁要征服你啊？包括这里的一切，全要想把我踩在脚底下。你说这是好耍的吗？他妈的，我不怕，我还年轻，我没有活够，我还要活下去。告诉你，老公，你是老公吧？哎呀，我是老公啊。我没有对，哼，你瞧瞧，也许有一天我会变得连我自己都不认识我是谁了。杜芬姐，你真太累了，一天忙到晚，你不是也一样吗？替孩子们洗洗澡。张妈妈，哎，好好的认字啊，回去要写给我看的哟。啊，哦。张妈妈，张妈妈，张妈妈，啊！我的裤子破了，给我缝缝好不好？好。哎，你看你裤子都快掉下来了。好，等我先替他们洗好了澡再来啊。啊，张妈妈，妈妈，我们大家都要你讲故事。好，我空了就来啊。别老坐在石头上磨，裤子就不会那么容易破了，晓得吗？嗯。好了好了，谢谢张妈妈啊。有怪谢什么？去吧。张妈妈，他们这样画我，我不肯。五六个人硬扎着我画。哟，他们那么顽皮呀、啊，把我们的小宝贝儿画了个乌漆马黑的，你说我肯吗？嗯，哎，你看多脏啊，嘿嘿嘿嘿呢。豆浆喂喂他吧。哦，好。来，吃豆浆啊。
睡了吗？睡了好久了，恐怕已经睡着了吧。在这个时候他要生病，我们现在连杂粮都吃不起了，他要生病，我年纪这么大了，我还不如死了的好。妈，您不要这样，的爸爸要是知道您说这样的话，他不晓得会多难过。你可不能写信告诉他说是我病了，让他安心做事情吧。当然我不会写信告诉他的。那怎么这么久还没有信来哟？路这么远，恐怕他还不晓得我们回到上海呢。也许你整天在难民收容所做事情，回来还要伺候我，太苦了你了。这算得了什么？现在大家都在吃苦。不要想这些，您睡睡吧。你还没到我楼上去过呢，上去坐坐吗？好的，好。房子有点热。是有点热，我去开开窗户。你在想家吗？早已经就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为什么说的那么可怜呢？这儿不也是你的家吗？后每逢日圆的晚上，在这个时候，我一定在想念你们。是啊，今天晚上很冷呢。哎，
了啊！真欺负这小子啊！在这儿，在这儿。什么时候才能够天亮啊？等到什么时候，姑俩才能够回去？
怎么，你还没有起身呢？享福享福享福。干爹啊，今天有几样新鲜的菜，约了几个熟朋友吃顿饭，你干妈说恐怕三缺一，要你早点来。好，我一会儿就来啊。告诉你啊，我还要带你的干儿子来看你呢。啊，我的干儿子谁呀？啊，是不是张仲良啊？现在不告诉你。好，再见啊。什么干儿子呀？你不是说的是我吧？不说你说谁呀？嗯，我不是告诉过你，你要在这里混就得走他的门路。你马上就要高升做他的私人秘书了。不送不送不送。干爹。啊，干爹。哦，李真，你来了啊。干爹能、这就是你的干儿子。我的干儿子恐怕是我的干女婿吧。嗯，干爹就是这样一个不知道烦恼的人。啊，我要知道烦恼啊，嘿嘿，我不早就该憋死了吗？这位是我新任的私人秘书张忠良，也就是我干女儿丽珍小姐的，那么是我的干女婿吧。啊，你不要那样，古人说得好，织女莫若父。我的眼睛多么厉害呀，一说就说到他心里去了，所以他就着急喽。这一来忠良不是更可靠了吗？忠良以后跟诸位还有经常的接触，让我介绍介绍。这位是崔经理，是经营汽车业、运输界的巨头，以后还希望多指教。岂敢岂敢，自己人自己人。这位是白少魂老弟，是经营百货化妆品的权威，岂敢岂敢。哎，这位啊是朱老伴，是经营迷你大量的大王哦。请张爷多多帮忙，多多帮忙，多多帮忙哈。这位啊是柯局长，是我们很好的朋友。久仰久仰。哎，请坐请坐请坐。哦，还有我们棉纱大王呢。龙虾龙虾啊，龙虾龙虾。哎，请参观啊。对，请参观。这啥东西啊？啥东西？龙虾，龙虾，这个在重庆啊是难得看到的。那个是啥子？这叫龙虾，你们四川没得。是用飞机运来的吗？这是从加尔各答飞来的。来来来来来，还有一盘螃蟹。要得，要得，要得。要得，这是上海最出名的杨真湖多扎哈。多扎哈也飞到重庆来了。看起来啊抗战还可以多抗几年喽。忠良，你是下乡人，你懂得怎么吃法，请你去教教我的四川厨子好吧。好好好。这个螃蟹真肥呀。这个螃蟹坐飞机啊，上海人有句俗话，多扎哈乘飞机，凌空不撒江。
一点，算一个大花嘛。你们大家是不肯卖力，不肯帮我姓张的这个忙就算了嘛。哎，张先生，您真是冤枉啊！我们连腿都跑断了，你想有谁我们还不想做吗？对呀、啊，对呀、啊，好好好好。恒泰最高最高只肯出这个数，漂亮吗？您看怎么样？不行，差得远。真没看见过，做生意像您张先生这样门槛金的。哎，忠良这样精明能干，都靠你的教导有方了，是不是？魔鬼。像我长得这样难看，自然是魔鬼了。不然你为什么不教导教导我呀？哼，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哎，常言说得好哦，负心女子痴心汉。别胡说了好不好？那么我这一辈子就没有希望了，完了，非要等下一辈子不成了？抽中了壮丁，离开了家乡以后，家乡就沦陷了，他的女人也给炸死，而且死得那么惨，连尸首都不全。我们家里什么东西都没有，连棺材都买不起，只好用席子裹着把它埋掉了。哎，上来上来上来，哎哎哎，天机已经到了，你们为什么还不搬出去？先生，他们这是些无家可归的难民啊！废话，这个地方司令部我要用，叫你们马上就搬出去，搬出去的。走，妈，我司马太太他们去了就回来，您带着探儿先回家吧。好，你小心点。哎，走。
弄好了吗？弄好了啊，我们一块走吧。好好好好好。看儿，给我吧，我背。哎，你背不动的呀。我背得动。啊！是民兵拉出来，是民兵拉出来，是民兵拿出来，听话不许走，民兵走，到那边去等，等到明天再走。你们犯迷？哎！在救护队的同事报办事处来找你，他留下了两封信，说是从你队上转来的，是你的家信。两封信已经走了三年多，而且还是他们在乡下的时候寄出来的。是嫂夫人寄的，不要提这个事情。你真是一个非常嫉妒的女人，假如给她知道了，一定要闹大乱了。忠良，你跟老公两个人在干什么？干什么？谁的信？我看看。没有什么，很久的了。我看看嘛。真是没有什么呀，还不是乡下人要来信，要借钱。我要看看。这是有什么好看的？你这。你在找什么鬼？哎呀，张太太，您别误会啊，这确确实实是人家向他借钱的信。你要是欺骗了我，哼，我要是欺骗你，我是个王八蛋，行不行呢？这请大家注意啊，我提议忠良兄跟丽珍小姐表演这个探戈。唐国舞，唐国舞，唐国舞，哎，唐国舞，哎，你是跳舞大王，谁知道？哎。性命来拼啊！
性命，我们的性命连猪狗都不如，我死了有什么可惜的？哎呦，我的腿不能动了，我要是再等下去，半夜要被冻死了，我为什么不拼一命啊？去处理呢，我想飞机一通啊，我马上就得飞上海。那么好，现在这边所有的东西都立刻已经跌得不可收拾了。上海这个码头在刚刚收复的时候，一定大有可为呀。最好我能跟您走一趟。哎，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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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呢？你，哎，慢一步吧，女人不会马上有飞机位子的。嗯。这七八年来在这个鬼地方把我已经苦够了，我也要走。我负责，随后总替你想办法就是了嘛。不，哎呀，你何必现在这么着急呢？那么我们马上就要准备一切了。看样子啊，他们又得打一架。让我先去捞他一票，你来享清福，这还不好啊？不，事实上你现在马上是走不了啊，而且结束这儿的事情也必须你自己来料理。要是你不反对的话，今天晚上我就打个电报给你表姐，我一到了上海就住在她家里头。哼，你的如意算盘倒打得不错。那么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呢？我有一件事不放心。什么事情不放心呢、啊、我的太太？我不看着你在上海那样的花花世界。哎呀，我的太太，我现在是个事业家，我又不是个拆白党。我要是到上海胡来的话，上有天下有地，让我从飞机上头摔下来。哎呀，谁要你，讨厌。到了先给我买几件大衣，料子要好的。当然累啊，我张某人做事情还会有错、啊、谁不说我张某人从来就是一个太太的忠实的信徒啊？不要听骨头了好不好？你看你又来了，你外面大家都在说日本鬼子真的投降了，就要和平了。那么说是真的啦？许多人都在偷偷的讲呢。听说有人偷听到无线电播音。是吗？哎呀，谢天谢地啊，要是真的能够和平就好了。他妈的，真没有想到这么快。哎，快点快点快点，来了来了。哎，快点快点，还有柜子里的。怎么，你要走了？是，我要找温经理。好
姑娘，外面的风声很紧，我在上海的仇人又太多，我想我还是先逃到江家去躲过一时候再说。您看怎么样？你有什么怎么办？天都塌下来了，你的保镖对我还有什么用处？这个，这个，这个。那几个佣人都在叽里咕噜，我看都不是好东西。他妈的，全让他们给我混蛋！谁呀、啊？电报。什么什么？是一个电报。重庆来的。哦，张忠良要陪潘浩峰飞上海。哎，我们好好招待他一下，也许可以替我们想想办法。是啊。谁呀、啊？人呢？哎，走走走走走走走，稳定，对不起。走。投降了，当然是真的投降了。妈，我们总算熬到了这一天了。是啊，我们想不到真能够熬到这一天。鬼子投降了，不再打仗了，我这双脚也就有了劲儿了，我一走就走出来了。恐怕忠良还不知道我们住在这儿吧。我们寄的部队转那么多信，邮件应该收到吧，可是他一直没有来信啊。内地寄上海的信怕是寄不到，所以外面很多人都没收到信呢。回头我到从前住的地方门口贴个条子，那么多无论怎么样也不会找不到我们了。你穿你爸爸的衣服干什么？我是爸，刚刚坐飞机回来，你们好吗？好孩子，等爸爸回来了，我们也就不要再受苦了。太太，您不认识我了吧？妹夫，自从接到你们的信件电报，我已经到这儿来欢迎过你们三次了。真是太对不起您了。妹夫，你发福了吗？哦，对了，以后我应该叫您做表姐喽。可不是嘛，我们早已经是亲戚了。以后要常常来打搅你们了。你瞧你为什么这么客气呢？大家都是一家人嘛。忠良啊。啊，忠良，你还住在？我住在温经理家里面去。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何文燕女士，就是丽珍的表姐。这位是大清贸易公司的胖浩峰先生。胖浩峰先生，休养休养。温太太，温经理好啊？还好，谢谢你。好好好。妹夫，你醉了吧？没有没有，小姐，你
你还记得八年以前我曾经到你这里捐过一次棉背心吧？想不到今天我住到府上来了。请还请不来呢。真的。哎呀，你看你真的醉了。你去睡吧。小姐，我真喝醉了。人生难得几回醉哦。咱不是这个样的。啊，五爷，你来了。这个不要脸的女人是谁呀？她是谁呀？你说呀，你说嘛。哎，你现在还管这些干什么？我求求你好不好？我为你东奔西走，想尽办法，吃尽苦头，你现在还要瞒着我跟这种不要脸的女人勾勾搭搭的，你还有良心没有？哎，你不要这样子好不好？我在坐牢，我是个犯人呐。那么你为什么还要犯罪？你这个死无鬼，你这个无知的王八蛋！也只怪我瞎了眼睛，跟上你这个没有良心的狗东西，一辈子受你的欺骗。好了好了嘛，我现在已经死到临头了，还给我吃这种短命醋，真是。好，照你这么说，难道都是我的错？是我的错，是我的错，好不好？潘化老跟张仲良怎么说？还有，你律师到底给我请好了没有啊？你还问这个干什么？你还要叫我去请律师？那你为什么不叫那种不要脸的女人去给你请律师？他妈的，你不想想老子当年在你身上花了多少钱呢、啊、你真是太不讲理了吗？你这样不讲理的女人。你呀、啊、就等着枪毙，要不然就在这儿受上一辈子。呸呸，出去出去，干嘛去？走走走走。气死我了，跑得我好苦啊。唐浩老到底是有办法，你看只要他一句话，就把所有老温存款的户头名字通通改过了。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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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啊、好了，现在我放心了、啊、什么东西都是我们的了。所有贵重的东西都在这里头了，放在什么地方好呢？交给我好了吗？好的，放在我这儿绝对保险。
是丽珍要到上海来了，怎么办呢？他手段要那么毒辣，又有一个老而不死的庞浩公，他的干爹做他的靠山，我拿他真是没办法呀。好了好了，傻瓜，还说这几个干什么呢？我当然不能让你为难的，她是你的抗战夫人，那我就做你的秘密夫人好了。怎么，给忠良的信没寄出去？寄不出去了。为什么？我去一问，邮费涨了9倍。涨了9倍呀、啊、是，所以寄不出去了，要寄还差一半的钱呢。想不到我们连封信都寄不起了。张嫂子，不是我来逼你，你也得替我来想想啊。你们已经有2个月没有付过租钱，难道说我也不要付给大房东吗？对不起，这都怪我们穷的不好。你不要看这个赛台楼，现在房子那样缺，我要是顶出去，最少可以支半根大金条呢。可是给你们办的，连几个房钱都付不出。真对不起，我一定想法子尽快给您送过来。这样的话，我已经听够了。妈，你们吃吧。妈，你怎么不吃啊？是啊，你也吃点吧。哦不，我刚才在外面吃过点东西了。我想来想去，还是去帮人吧。帮人？可是，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您不要难过。要是人家知道我们张家的媳妇儿去帮人，将来忠良回来了，还有什么脸见人？我想过了，我不说姓张。妈，我找到了人家，再回来告诉您。现在我叫什么？我姚大姐，不要。先生，我去好吗？你就是太瘦点儿。哎，二爷，公馆里有的是吃剩的菜饭，要长胖啊不容易。我看他的样子倒是挺合适的，那么就是他去吧。好了，就是你。谢谢你。哎，太太起来了吗？刚刚起来。拿到后边去。晚上。哼，酒鬼。到楼上见太太去。太太，太太，您看看，这是太太。太太，你是哪儿人呢？本地人。你的丈夫呢？在乡下。你婆家姓什么呢？姓刘。那么以后就叫你刘嫂好了，你管洗洗衣裳，有空的时候就帮厨房的忙。好的。到这儿来做娘姨就得守这儿的规矩，要紧的不许多管闲事，知道吗？我知道的。就让她住在厨房边上好了。好的。去吧。
这些琐琐碎碎的事情都要找到我，真讨厌。哎呀，你再睡会儿嘛。不早了，我也该起来了。陈总，要不然那也真烦，从前那些个佣人老是在背地里鬼头鬼脑嘀嘀咕咕的，真把我给气死了。谁让你自己不规矩啊？哎呦，假正经，你这样算是规矩啊？当然喽。这些衣服洗了都要烫的，晓得了。我们来接过你有十次以上喽！真的？哎呀，表姐，你比八年以前长得更漂亮了呢。哪儿啊，老了。忠良，你看表姐是不是比八年以前更漂亮了？哎，是的，表姐比八年以前更漂亮了。是啊。妹夫是嘴上话，说我已经是个老太婆了，说我哪有表妹漂亮呢？忠良啊！忠良，我来了，我来了。哎，忠良，哎，我听说你现在出进都坐汽车，乱说，广阳房运好几座，现在金条发了不少了，大概五子登科了吧？胡说胡说的，我现在比不了你了。哪里哪里，还来得及，来得及。来介绍一下，这位是何文艳女士，是我的表姐。崔经理，谢谢。走了，对不起，我先走了，你先走，我住在百乐门，待会来看你们啊。对吧？别难过啊。哎，上海还是跟从前一样的热闹嘛，电视变得多了，是表面上看不出来罢了。12点钟以后还是要戒严的。12点钟就要戒严，那多没趣味呀。哦，中午的金匠和美钞学的怎么样？喂，来房间表姐老早就给我们预备好了，你看一切多么舒服，多么整齐啊！真是好极了，简直是太好了！我们幸亏有这么一位好姐姐，要不然我们真要住马路边上了。哪里呀？大家还不是都是自己人嘛！只要你们不嫌弃我，讨厌我这个做姐姐的，这儿所有的还不都像你自己的一样吗？哎呀，表姐，别再说那些傻话了，赶快告诉我还有什么好玩的。对了，明天是双十节，上海要举行大庆祝，一定非常热闹的。我们这儿也等着你来参加鸡尾酒会呢。那我总算来的是时候了，简直巧极了。啊，对了，我去叫他们给你预备点点心啊。又要表姐麻烦了。那有什么呢？你们要什么请领好了啊。好的。
这是现在上海最时髦的样子了，尺寸都是按照你寄来的，怎么样啊？啊？嗯，不错。但是大衣嘛，就有八件之多，我办事情总算不错吧？错是不错，不过你自己的大衣西装也做得不少啊。哎呀，我的好太太，我如果穿得太憋屈了，你的脸上也并不光彩。啊？哼，说得那么好听，倒不如说你自己爱漂亮。哎呀，话不是这样说法呀。我们总算上等人了吧？上海这个地方，你衣服穿得稍微差一点，你就走不出大门呢。好了好了，别说这个了。来，坐下来。我要问你一句话，你可要老老实实地告诉我。什么？你到上海来了之后，没有胡搞吧？哎呀，这真是天晓得呀！我到这儿来了以后，你看看。这些事情每天忙得我焦头烂额，我可以发誓啊，谁要你老来这一套啊。哎呀，我上飞机的时候重庆正在下大雨，你看弄得一塌糊涂，快叫他们去洗洗吧。鬼头鬼脑看什么？慢着，拿去洗洗的。昨天洗的衣服都烫好了。嗯，你好好的用水把干净啊。好的。哎呀，这个肉麻死了！现在他重庆的老婆也来了。看他们该怎么办哦。哼，恐怕要打破粗罐子了。哎呀，老实说啊，他们都是妖孽。哎，妈妈啊，哎呀，孩子，妈，你看怎么了？这怎么弄的？这来来来，坐下来坐下来，你看刚才在那路口给脚踏车撞倒了。撞倒了？现在还很疼吗？已经好一点了。不要紧了，已经干了，妈给你扎一扎啊。以后要小心一点儿。你晓得你弄伤了妈心里多难过吗？我晓得。不要哭，不要哭啊。等爸爸回来了，你也就用不着再去卖报了。爸爸回来就好了。是啊，爸爸回来就好了，爸爸总要回来的。不要哭啊，乖。请大家注意，我们庞董事长有言论要发表。诸位兄弟，现在有一个小小的建议，今天是双十节，
是我们的国庆日，也就是上海正式庆祝最后胜利的好日子。太高兴了，太高兴了。我现在提议，我们大家应该为了庆祝最后的胜利干一杯啊，来干一杯啊。各位，我提议为我们公司的劳苦功高而又年高德重的庞董事长浩公老先生干一杯。好，大家站起来。诸位，我还有一个提议，我提议为我们的既聪明又贤惠、既漂亮而又好客的女主人何文艳小姐干一杯。好。诸位这样的赏脸，我真是太不敢当了。可是我也有一个提议，提议请大家为我的表妹跟我表妹夫他们夫妇俩这样的恩爱干一杯。好，他们两个真是一对恩爱的夫妻啊。老爹，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哎，这个，谢谢你，谢谢你。冷饭跟猪骨头，再回去跟奶奶煮了吃啊！啊，吃饭啊！刘嫂，刘嫂，来了，回去吧啊。哎呀，这么多白米饭呢，还有肉骨头，我们好久没吃到肉了啊。嗯，真香啊，你闻闻。好香啊。停。
哎呀，你受凉了吗？你饿了吧？奶奶马上给你煮碗热饭汤吃。把这根骨头放下去一块熬，好吧？好的，好的。这两根大的嘛留着，明儿我到小菜场旁边去捡点菜叶子来，放在一块熬，就好吃好几天了。我都快胀死了。上海到底是上海呀？哼，看你的样子，真有点乐不思蜀喽。跟谁跳过舞没有？说呀，说呀。没有啊。真的没跟谁跳过舞？那么好人。我的话你不相信？你问表姐好喽。她简直像个乡巴佬，比谁都老实。妹妹，你放心好了。是不是啊？摆在这儿。来来来，请大家吃水果。那给你们俩成对成双啊。表姐真爱说笑话呀。这是笑话吗？一个唐国舞，好了好了，哎，来来来，你们俩表演一个，难得大家今天这么高兴。好了好了，你真是个宝贝。好，我是宝贝，我请不动你们啊。胖好了啊，你凭良心说，大家难得复原到上海来，他们俩应不应该表演一个给咱们大家乐乐？乐乐，应该应该应该。好，庞克老既然赞成通过了，那么就请您发表发表喽。我，诸位，诸位，啊，像今天晚上这个难得的盛会呀，哎，难得的盛会，是应该有个精彩的余兴。哎，余兴，哎，大家不能没有余兴啊。哎，老兄啊。相声我唱不来呀、啊，还是让我唱独角戏吧。哎呀，好了，你真是个宝贝。先生，您睡了吧。没错。大家都知道，王丽珍小姐啊，原来就是一个舞蹈的专家呀。而她的先生呢，不用说了，张仲良老弟呀、啊，也是出名的跳舞选手啊。啊，对呀。他们两口啊。就是在闺房里呀、啊，也是天天的蹦跶蹦跶，所以他们的武艺啊就越来的越高明了嘛。好啊，好，现在就请张仲良老弟跟他的夫人王丽珍小姐给我们表演探戈舞。慢着，慢着，
这是怎么回事？怎么？你在干什么你？我，你到底怎么回事啊你？是不是生病啊？我没有病。他到底跟你有什么关系？你说，你快说呀！我倒要问你，你为什么要丢我的脸？为什么要摔我的东西呢？你才来了两天，我究竟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你倒是说呀！啊？他是你什么人？他跟你有过什么关系？说呀！他是我的，哼，好啊，忠良，我倒要看看你耍些什么鬼把戏。他是你的，他是你的什么？你说，你快点说嘛，你说，说呀。他是我的丈夫。哦！什么？他是你的丈夫？你是在发神经病吗？你这？我没有神经病。哼，那么你是想要敲诈他点钱是不是？我不懂。你不懂？别跟他多讲，把他拖出去。你这，你为什么要拦着我？你，来来来，把他扶到后面去。起来起来。慢慢点慢点。哎，你脑子清醒一点，清醒一点。张仲良到底是你什么人呢？哎，你可不能随便诬赖好人哦。我不诬赖人。仲良是我的丈夫，我们结婚已经十年，我们的孩子也已经九岁了。表姐啊，我要杀人，我要杀人呐！王小姐，素芬，你到底要我怎么办呢？没有怎么样。我以为你们早已经死了。死了，死了，都好了。我走。素芬，仲良，仲良，啊不，你不要走，我害怕呀。这不行啊，这。你就不知道我心里多难受吗？不行啊，这样会闹出事情来的呀。怎么出事情？你难道就不怕我也出事情吗？哎呀，我的母亲怎么样？我也没问她。我一定要去追他！你不得了，不得了，可不得了！都来！怎么样？仲良，丽珍哭得晕过去了，仲良赶紧照相了吧？那你赶紧去接张姐回来呀！他回来了。什么事情啊？赶紧上去吧！他哭得晕过去，我不管了。怎么行啊？那怎么可以呢？仲良，你怎么还不上去？天哪，这叫我怎么办去？这要我的命吗？李珍，你醒一醒啊！干爹，我后悔没有听你的话，我终于受骗了。我要你替我做主，替我出这口气，要不然我就不想再活下去了。你答应我吗？
好，好，好。王立真不是好惹的，我要杀人，我要杀人。快要戒严了，我们走喽。啊，对了，快要戒严了。啊，丽珍，你好好的歇歇吧。明天晚上我请客，一定要来呀、啊。生气。你们好好的招呼你们小姐。是。您放心好了。你到什么地方去？我回家去。戒烟了，你知道吗？鼻子，去。李真。我不是人，我不是人，我是畜生，我是狗，饶了我吧，丽珍呐！但愿我们永远同甘苦、共患难，生生世世都是这样的好，生生世世都能这样幸福。丽珍呐，不要这样好不好呢？你要什么我通通答应，全都给你。那么你那个小箱子到底给我不给我？我当然给你，钥匙全在这儿了。好了哈。还有，你到底跟那个下流胚子的女人到底离婚不离婚？这还用说吗？这还用说吗？你舍得吗？这有什么舍不得呢？你马上跟他离婚吗？当然马上离婚了。你懂个咒。我要是不跟他马上离婚，不得好死。是叔叔跟婉华阿姨照的，这上头写的是什么啊？写的有妈妈、哥哥、嫂嫂，还有我，畅儿，还有我不认识了。咦，他们两个好像很要好的。是啊，他们好像已经成亲了啊。奶奶，成亲是什么？成亲呐、啊，成亲就是结婚呐、啊。啊，我懂。那个阿姨我不认识。你看见她的时候你还在吃奶呢。自然不认识喽。她跟你叔叔啊一块在乡下教书，后来啊给鬼子逼到山上去打游击去了。他们从小就挺要好的，要是真的结婚了那多好哦。叔叔笑嘻嘻，阿姨也笑嘻嘻，他们一定是结婚了。你也懂了。妈。哦，你回来了。妈，叔叔有信来，还有照片。哦，怎么你是不是有点不大舒服啊？不，我昨天晚上睡得太晚了一点。哦，你看看他们是不是已经结婚了啊？
是结婚了，是结婚了，是结婚了。哎，你看他信上说些什么？给我，亲爱的妈妈，还有嫂嫂抗儿，我们在离开家乡4周年的那天正式结婚了。妈，嫂嫂抗儿，你们知道这消息一定很高兴的是吗？那还不高兴吗？要是你爷爷在世的时候那就更高兴了。他还说什么？我们没有辜负哥哥和大家的希望，为着国家民族的利益，我们始终在最艰苦困难的情形之下和敌人作战，我们牺牲了许多同乡，老校长不幸也已经阵亡了。啊，是不是老校长也去世了？是的。唉，我们听见胜利的消息的时候都高兴地哭了。妈，我们已经苦了8年了，我们希望就能团聚，一起过着太平安乐的日子。唉，谁不这么想哦。我们现在还是在教书，学生男的女的老的小的全有。妈，您不是愿不认识字吗？您将来也可以跟抗儿一起在这念书。是真的吗？叔叔还不骗我们呢。我们空下来就自己耕地种菜，还养了1条牛4只羊，另外还养了很多鸡鸭，所以绝不愁没有法子生活。哥哥不晓得回到了上海没有，我们都十分挂念他和在为他祝福。像哥哥那样的孝顺妈妈，跟那样的爱嫂子跟抗儿，抗战一结束想必早已经回神了。妈妈妈，这么好的孩子也真是的，他要是早点到上海嘛，我们就用不着这么吃苦了。妈，他早已经到上海了。什么？他早已经到上海了？那么他是找不着我们？不，他根本不想找我们，他已经把我们忘了。你这话是怎么说的？你说 你在哪见到他的？妈，妈，爸爸真的到上海了。到上海1个多月了，他在中京已经娶了另外一个女人，到上海以后又跟我们那个女东家勾搭上了。他变了，他不只把我们忘了，而且恨不得我们都已经死。妈，妈，我可怜的孩子啊，不会的，忠良是我亲生的孩子，是我一手抚养他长大的。我的孩子从小就是那么忠厚，那么善良，他绝不会是这样的人呢。孩子，我们的命为什么这样苦啊？好，那么他在什么地方？走走走，你带我一块去找他去。您看见了就明白了，可是您不要太难过呀。妈，我也去。天底下会有这样的事情？我不相信。走吧，走吧。
你让他们上来了没有？他们在底下等着。你去跟他们说，我马上就来。李振，李振，妈，忠良，妈，您坐。坐下呀，妈。我本来马上就要来找你们的，这是抗生吧？是啊，是抗生啊。已经这么大了。康儿，来，这就是你天天想着的爸爸呀。康生，来。忠良，你是不是想丢了淑芬母子？你是不是已经把我们忘了啊？妈，话不是这样说哎。怪是怪这几年来消息不通，而且从乡下到内地来的人都说爸爸已经去世，你们也都已经，我心里头真是难过极了。算了，不必说了，我全明白了。要能像你说的那样全都死光，那不比活着还要好一点。我倒要问你，你为什么要丢了淑芬母子啊？淑芬是个贤惠的媳妇儿，在这八年里头你一共才寄回来几百块钱，全靠他替你养活你的妈，替你养活那么一点点大的孩子。他受尽了千辛万苦，可是他从没有一句怨言。他总算对得起你了，他总算没有辜负你什么吧。可是你现在已经翻脸不相认了，要丢掉他，这是什么话？这是什么道理啊？就说你的孩子吧，也没有什么对不起你呀、啊。他常常饿着肚子，冒着大风大雨到街上去卖包啊。有机会，差一点就让汽车给撞死了。像他这样一个可怜的好孩子，你也忍心丢了他，叫他一辈子做没有爸爸的孤儿吗？好啊，你哭了，你错了是不是？你为什么不跟你的太太谈谈心呢？混账，你忘了你早上说的话？哎呀，妹妹你何必？你说你决心跟他离婚的，你现在为什么不说？你为什么不说呀？你已经欺骗我四年了，你还想再欺骗我吗？我有我的难处，我不能说我立刻就……你放屁！你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哭得多伤心呢、啊？你以为我是死人没听见吗？你后悔了是不是？你这个混蛋！妹妹，我非得不可以！妈，妈，我打死你这个狗东西！你以为你是什么英雄吗？老实告诉你，
你当初只是一个臭钱都不值的穷叫花子，我倒要问你，你这些财富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从什么地方来的？你现在后悔了？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哎呀，妹妹，打人！怎么打人呢？妹妹，你好好话。不，妹妹，不行的，这样要出事情的，我害怕的呀。我是什么人呢？有时我一个人担待，你怕什么？老实说，有他就没有我。除了你有天大的本事敢杀了我，那么我告诉你，你这一辈子就休想再接近这种不要脸的贱骨头的女佣人。啊啊！什么叫不要脸？啊，什么叫贱骨头的女佣人？难道说佣人就不是人做的吗？你说话怎么这么没有分寸呢？我没跟你说话，你少开口。你怎么这么不讲理呢？你好啊，你讲理，你现在的帮工他们来欺负我来了。哦，我现在就看出你的没有良心了，这只怪我往里真瞎了眼睛，把你这个畜生当作人看待。我，你既然看我不顺眼，我就死给你看了。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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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是这样，我先让我先死。妹妹，不要这样，好了，你听我说呀，你别这样，你。不得了了，不得了了，有人跳江了，快救人呐、啊！快救人！跳江了！跳江了！跳江了！啊！那有人跳江了！妈！不得了！快点！孩子，你妈呢？啊，妈跳了江。什么？真的吗？真的，她写了字。写什么？我看。奶奶，康儿长大了，要他学叔叔的为人处事。奶奶，您保重，惜素分绝笔。你爸在什么地方跳下去的？快点带我去。哎，造孽，闹出人命案子来了吗？这怎么办呢？我害怕死了，他们还都不知道，我去告诉他们去。真是太惨了，先生，可怜他是太贤惠了，现在丢下我们老的老，小的小，可怎么办？可怎么办呢？
妈的，这个年头好人不长寿，坏人活千年。你们下来吧。下去干什么？我们又不是孝子。让开，让开，让开。可怜人哎。妈，我们指望你回来了，一家子可以过太平安逸的日子。想不到现在变成了一场梦啊，一场那么惨的梦。人命关天，这可怎么办呢？他自己找死，我们又没碰他一根汗毛。我怕忠良从此就变了心。他敢，只要干爹一句话，立刻就要他的狗命。你爸爸给鬼子在大树上吊死了，死的时候多么惨啊，一村子的人全哭了。现在树坟又被你们逼死了，快跟喇叭催他回来。好，可怜的是我们还没有死啊，我们还活着，活着在受着无穷无尽的罪。天哪，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妈，爸，妈。